抢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。日本核灾食品送验结果出炉，卫福部表示，在283项不合格产品中，有193项没有检出辐射。昨天北部的降雨能否解决石门水库旱象？经济部长邓振中表示，还要再下8次雨才够。德意空难事件，德国国家足球队成员将戴黑袖章出赛，表达哀悼。根据最新调查显示，香港有很多富豪正考虑移民，台湾则是亚洲地区移民的首选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